据媒体报道，演员林允儿被委任为第三届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明星大使，11月8日下午11:00在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心举行的官方记者会上，影展方宣布韩国代表明星林允儿出任今年影展的明星大使。林允儿作为女团少女时代成员出道以来，除了在歌手领域活跃，更是出演电影电视剧等多数作品。作为演员一路成长，现在正在拍摄灾难电影《出口》，出演女主人公一角。成为明星大使的林允儿发表感言，说到十分荣幸，也非常感谢可以在澳门有前景体验，已经开始激动了。澳门国际影展期间，将倾尽全力让喜爱电影的各位关注到电影和影展。今年澳门国际影展由国际知名大导演陈凯歌担任评审团主席，将亚洲电影和电影人介绍给世界的文化交流平台。第三届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于12月8日至14日在澳门文化中心盛大举行。林允儿作为明星大使将出席开幕式。